手。张天明，你去西风桥干什么？你说我干什么？你应该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刑警队啊。那就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我有什么问题吗？我问你去西风桥到底干什么？你应该知道，死在西风桥的是我的前妻啊。难道你不知道你前妻怎么死的吗？我不知道，但是我太想知道了。你吓我一跳。哎，车子出手了吗？别提了，差点命都没了。怎么回事？太难买了，那可是宝马、啊、咱们城县能有几个有钱的啊？那天刚好谈了一个车主，谁知道那是公安设的套，差点连命都没了。那车呢？你说呢？哎，我说你怎么这么笨呢？好不容易弄辆宝马就这样被你废了。宝贝儿，别生气，只要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人在，咱早晚可以接着干啊。你说的轻巧，你就等着去坐牢吧啊！呸呸呸，少乌鸦嘴了啊！城县的公安把车都收了，我人都跑了，他到哪儿抓我去啊？不过，你也得小心点，这几天你就老老实实给我待在家里，哪也不许去。只要你陪着我，你就是赶我走，我也不走。哎呀，去去去，烦都烦死了。我不都是想让你高兴高兴吗？高兴个屁呀、啊！那个顾丽丽哪点比我强？要我说啊，她什么都不如你。就是，我们小时候一起学的舞蹈，哎，她凭什么现在要什么有什么，有车有房，连那个胡小兵还对她一往情深的。奋斗这么多年，什么都没有。现在她什么都不能跟你比了。那个胡小兵真是瞎了眼了，我看脑袋就是有问题。神经病，就是，消消气儿吧啊！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能不能换点别的呀？什么青山呢？我看就是座荒山，连个草都长不出来。哎，刘队。顾丽丽丢失的车被城县公安局发现并送过来了，另外还有这张犯罪嫌疑人的照片，你看一下。人抓到没？没有，让他给跑了。这个线索对我们太重要了，马上验发下去，让所有的兄弟都知道这事，特别给方小军一份。我有八成的把握，这个案子跟包小青有关。好。顾丽丽死得也太惨了。哎，马姐，最近公安又来找过你啊？没有啊。马总，不知道警察有没有破案？破案？哪儿那么容易啊？哎，我可听说有的案子一辈子也破不了。就是，要是都破了，那些公安不变成神探了？马总，是公安局的传真。这肯定跟顾丽丽的案子有关系。
看见很眼熟，对不对？小青，像你男朋友啊。马姐，这种玩笑我开不得啊，像我哪一个朋友啊？我逗你玩呢，你那么不识逗啊。哎，你看这上面写着，提供有价值线索的奖金18000元。马姐，你可得好好想一想，把刚才的话呀告诉个警察，说不好这奖金可就是你的了。你还真急了，我不就跟你开个玩笑吗？你不去报案，我可要去了啊！让警察把我所有朋友都查一遍，说不定这奖金啊可就是我的了。你看，你看，你看，要去你去，我可没这福气。马姐，我也是跟你开玩笑的，我也就说干活的没有。也没那福气，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嗯，咱们呢只求平平安安，平平安安。哎，马姐，要是没事的话，我先走了。早点走吧。鲍小青买了那么多吃的，我估计屋里只好一个人。那咱们一定不能惊动他们。宝贝儿，一块吃点吧。你吃吧，我没胃口。我没那么厉害吧？你有吧？有你个头啊！谁像你整天无忧无虑的，什么都不想。我这人啊，就不像你，有的吃有的喝就行，再加上有个你啊，死我都值。来。小青，你知道我是死心塌地爱着你的。为了你，我做什么都愿意。我求求你了，你别老惦记那个什么精英不精英的好不好？我惦记谁了呀？啊，全当我没说。除了我啊，没人会愿意为你死。啊，你今天是怎么了？我还不是为了咱们以后的日子，这没钱能过日子吗？啊，我错了。小江，我今天看新闻了。电视上说警察已经发现那个尸体了，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是不是要跑啊？跑？往哪儿跑啊？回老家呗。回老家？那屁大的地方，假如真被警察盯住你了，你想逃都没法逃。那时候该怎么办？有一句话不是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吗？那咱们就在这里，哪儿也不去。行，你也别去上班了，好吧？那不行，今天警察去过我们婚介所，我要不去啊，他们反而会怀疑我的。有道理，说的有道理。我
我就不信我这辈子命就这么苦，过不上好日子。小静，我知道你嫌我穷，嫌我没本事，可你要知道我真的很爱你。我知道啊，既然我跟了你，我就认命。你吃吧啊，那我先去洗个澡。咱们手段还是不行，你说现在要是在他家里边安个摄像头，咱们在这儿一监控，那不什么事儿都齐了吗？你别做梦了，要我说，不看也知道，他现在肯定正吃得香呢。哎哎哎，你别提吃的好吗？我现在正饿着呢。哎，你注意到了没有？那个齐光荣好像跟鲍小青是老乡。那当然了，刘队下午不说了吗？我去买点吃的，你先看着点啊。哎，不要方便面，不要包子，不要面包，不要馒头啊。知道了，肯德基行吗？你随便弄点吧。小琪，哎，你也去冲一个吧。我懒得动。一会儿早点睡，今天我有你。真的？你对我这么好，快去吧。嗯。宝贝儿，来，先喝杯酒。宝贝儿，小青，那海王，这个酒，酒里下药了。小琪，警察已经盯上你，你不死，就得我死。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齐光荣，你不是我真想要。眼里只有钱，我要做个有钱的女人。要死，咱俩一块儿死。去死吧你！现在怎么样啊？他没什么动静。我看那个齐光荣啊，不一定到这儿来。真的，我到现在我都不相信这样一个美女会跟杀人抢劫这些字眼联系在一起。唉，吃吧。Thank you.
喂，刘队，刘军，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哎呀，到现在还没动静。我马上过去，你跟陈敏先上去看一下，如果发现有人，就马上扣住。好。你好，去哪儿啊？去城市。就是这儿。还在这儿呢。这个人见过没？这鲍小青，她老公啊。完了，赶紧给刘队报告。你们两个先守在这儿。连个人都看不中，我们一刻都没有离开过。队长，我看了一下，估计是从天台跑的。再仔细看一下。分头找。好，你跟我来。谢谢你，司机。
情况，我们推断鲍小青、齐光荣杀害和绑架顾丽丽，齐光荣开车回他的老家城县进行倒卖，没想到倒卖不成却露了马脚，鲍小青发现齐的目标已经暴露，就毒死了他然后潜逃。我赞成刘队的推断，鲍小青极有可能是杀害顾丽丽、齐光荣的第一嫌疑人。现在鲍小青有最新消息吗？还没有，我们还是希望在电视台发布协查通告，把鲍小青的照片发出去，请群众提供举报线索。小青，咱俩不是谈过了吗？咱俩已经结束了，再说你有男朋友啊。你知道我是死心塌地爱着你的，为了你我做什么都愿意，我求求你了，你别老惦记那个什么精英不精英的好不好？拜拜。哦，书记啊。啊。慢点啊。这还是推有礼貌的。可不是，挺懂事的。鲍小青伙同齐光荣将顾丽丽残忍杀害，案发后鲍怕事情败露，又将同伙齐光荣灭口，现畏罪潜逃。如发现线索，请速与市公安局刑侦大队联系，公安部门将对提供线索的举报人。外婆，刚才电视台播了我妈妈的名字。举报电话8725-1173。看到了。外婆，外婆，你不是说妈妈出差去了吗？为什么电视台还播了她的名字？外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犯罪嫌疑人鲍小青伙同齐光荣将顾丽丽残忍杀害，案发后鲍怕事情败露，又将同伙齐光荣灭口，现畏罪潜逃。你看，如发现线索，电视里那个女人公安局怎么像住咱们家楼上的？公安部门将对提供线索的有点像，给予一定奖励。咱可得看清楚，可不能冤枉好人。对对对，咱不能冤枉好人。可是要不这样吧，我上去看看是不是。行，如果他真是电视里那个人，他可是个杀人犯，你可要小心呐。啊，我心里有数。算了，还是我去吧。别，那个我去，你在下边听着点。行，那快走。走。事儿了，你尽管说。好，住在这里少不了要麻烦你。不麻烦。那好，那你休息吧。慢走，大妈。哎，你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就是他。哎呀，这个女的居然是杀人犯，太危险了。那怎么办呢？赶快打110报警吧。你不能走，你是电视里通缉犯，拽着。哎，啊！
鲍小青，想好了吗？我没有什么好想的，我就是不想说。好啊，我们有的是时间等你说。能给我一支烟吗？给他。谢谢啊。说吧。今天落到你们手里了，你们的要求我都会满足。你们要录音还是要录像都可以，这个不用你操心。你要做的就是把你的犯罪事实原原本本的说出来。刘队长，你不要这么心急嘛，我会说的。现在人证物证俱全，你就是不说也照样定你的罪。真没想到会有今天，镣铐加身，坐在这样的房间里的，我都快30岁了，可我什么都没有。我原来想的是住高级别墅，开高级轿车，出入高级宾馆。你们说我的条件不比顾丽丽差吧？有一句话你听说过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就不明白你干嘛非要跟顾丽丽比？我为什么不能跟她比？我偏要跟她比。小时候我们一起学的舞蹈，那时候的她笨胳膊笨腿的，什么都不成。可没想到他现在要什么有什么，有车有钱有孩子有房子，连那个胡小兵还对他一往情深，都是这该死的顾丽丽，不然胡小兵就是我的了。那他也喜欢你吗？我们很快就好。不过他让我不要把我们俩的关系告诉给别人，说怕影响我的工作。当时我还挺感激他的，以为他是为我好，后来他竟然背着我让马英继续给他介绍女朋友，他这明摆的是在骗我。我们的关系很快就结束了，马英又给他介绍了顾丽丽。那你应该恨那个胡小兵啊。不，我不会杀胡小兵的，我要得到他。后来我去找过胡小兵，可他一口回绝了我，还说他觉得顾丽丽是他最合适的结婚对象。我咽不下这口气，没有顾丽丽，
胡小兵就不会这样对我。还有，让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他那辆银灰色的宝马。你不是都看到了吗？离婚了，一个人过，孩子跟我。你呢？我不就这样吗？想你半天了，别了，人不是想你吗？见不着你我心慌的吗？最近不是你这样，一点出息。我怎么了？谁又欺负你了？今天我遇到一个艺校的老同学，开着宝马来征婚。他走起路来把头扬得高高的，说话高人一等的样子，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你又多想了吧？臭显摆什么呀？希望人家有钱呗。他凭什么有钱？凭什么开着宝马在我面前臭显摆？真他妈的可气！宝贝儿。你说能怎么办？要不咱们把他干了，再把他车给卖了。行啊，没问题。咱先把他车劫了，再把他人给搞了。这么说，你同意了？宝贝儿，只要你开心，我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我是认真的。宝贝儿，我跟你开玩笑呢，犯法的事咱可不能干啊。你什么时候能像个男人？有东西，咱们再想想吧。想什么想，你不想干就给我滚。咱们就干这一次，能弄到钱回去做生意。你就不想尝尝做富人的滋味啊？就喜欢整天低三下四的给人打工。那你说呢？你不是爱我想娶我吗？这点小事都不能帮我摆平，那什么时候才能让我过上富裕的生活？咱们过咱们的，不要管别人好吗？行，从今往后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小静，小静，我求求你了，只要能跟你在一块，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好不好？那你说吧，我们现在该怎么做？很简单，我先把他约出来，然后你就。丽丽吧，我是啊，我是小青啊，啊，小青啊，哎，我这有份资料要给你，什么资料啊？就是给你介绍男朋友，现在吗？有点着急，那我就在你家门口等你吧。说，密码多少？
小青，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我求求你，你放了我吧，我女儿就我一个亲人。顾丽丽，我们也是一时困难，想跟你借点钱用，赶紧把密码给我说出来。说。密码都是62，你们去取吧。小青，你取了钱，就把我放了行吗？啊，念在咱俩新同学的份上。同学？你还念在咱们同学的份上？你干嘛给胡小兵给我抢走？你要什么有什么，你干嘛还这么贪心？小青，你这是在说什么呀？你把钱取了，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我求求你了，你放了我吧。顾丽丽，你还真会演戏啊！给我看住他，我去银行取钱。你从顾丽丽那儿拿走的钱现在在哪里？存在农村老家。原本打算这事儿平了以后回去做生意。胡小斌手机的信息也是你发的吗？是。那顾丽丽的手机现在在哪里？就这些吗？带回去，走。
就是顾丽丽小姐。你好。你好。顾丽丽啊，她就是我最理想的结婚对象。任那雨打风吹也沉默，仿佛是我。